动作我就不会。为什么刚刚要那样抹一下？哦，因为它就是肉，它都会有一些油脂，然后虽然烤网上面涂了油，但是你稍微让它这样抹一下，让它的油稍微融化一点，它就会不粘网。大家好，我是 Erica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儿。今天是开箱 PK 赛，主题是梦想情侣的中秋节烤肉套餐。耶，中秋节要到了，大家就是这时候会揪烤肉，可是梦想情侣通常都会被大家晾在一起。不要啊，我们不要跟人家揪烤肉，而且还要出去外面生活烤肉，好烦。这样很好玩。而且你不觉得揪人很麻烦吗？今天要上班，哦，我要七点之后，我要九点之后，哎，我今天不行，那，啊，我明天要顾完嘛。是毕业之后更难揪。两个人在外面生活是很麻烦。很可怜，通常都是在烧肉店吃一吃，然后就哈哈，中秋节快乐。这边有烤过肉吗？就是跟大家一起。有啦，因为我记得我们之前就烤肉，你也没去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烧烤店的套餐。现在我要先介绍超级澎湃海鲜套餐，鱿鱼软骨，然后小章鱼跟大干贝跟，哦，这个超级夸张，澳洲来的天使。女生其实是怕胖，你吃那么多肉，你知道热量有多高？海鲜热量不高吗？海鲜其实热量超低的，而且海鲜很健康。然后这个虾子多棒啊，就像男朋友多。甜蜜，感情升温，赞赞。烧烤，然后吃这些肉啊，你看大盘大盘的肉，这个组合里面是有猪，然后又有牛，而且猪是什么松板猪，超好吃的。又吃过什么？我很喜欢松板猪。你看是不是这个牛小排？你知道它这个还是胡子，它放在那个胡子。什么是胡子？是胡子刮下来然后拿腌肉？是那个胡子，我也喜欢什么？那个胡啊，有腰身那种。对对对，中秋节烤肉不是就要吃一堆肉吗？大家想要选哪一个呢？请选择。对啊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大家都喜欢海鲜。看男生吃这个虾多补啊，吃那个脑，吸他的脑。男生要补的话，应该不会吃这个。不然。应该是吃一些。好了，不然又要被说我们太成熟。我们今天惩罚呢是这个用了八百种辣椒，然后熬制七七四十九天，然后才酿造出来这个超级无敌可怕的麻辣酱。待会呢，大耳就要含着这个麻辣酱做全程的介绍。在亲切的赋予帮烤肉的同时，我要先进行前导，这样。对，这全部都要抹在你的舌头上。哎，这样还吃得出来肉什么味道吗？不知道。没关系，我帮你吃。来吧，啊啊！你要给镜头看，给镜头看。有啊。有吗？它掉出来的，如何？很香的，这根本不是惩罚吧？好好吃哦。这个是牛小排啊。牛小排，我来试试看牛小排，先测试味道。香好，我已经吃出来了。怎么样？很嫩。你看，是不是应该是我赢？你都说了。我还没吃到海鲜呢，你怎么知道？好嫩哦。嗯，好吃哦。好像有点感动。这个味道是它那个鲜味，就是慢慢这样出来的。它是肉汁都还在，原来牛小排是这么好吃的。哎，干杯好了，干杯！这样应该不会被骂吧？哦，好好吃哦！怎么办？我觉得还是我们标准不高啊，怎么这么好吃啊？为什么我吃到每个都觉得好感动？它好好湿哦！应该是因为这边用的食材吧，我觉得差很多，跟我们这边吃的。今天看到影片的人有点不一样。非常感谢五麦烧肉借我们场地，然后还提供食材，然后还非常亲切帮我们烤肉，真的非常不好意思。而且另外还要提供一张就是套餐的兑换券给大家。至于怎么兑换呢？其实跟平常的时候一样，当然一定是要以我们的粉丝为主喽，要有按我们的粉丝团赞，然后有订阅 YouTube 频道之后呢，在我们这影片下面留言，可以开个朋友，然后再分享，你就有机会可以抽这个五麦烧肉兑换券了。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中秋节！好，拜拜，拜拜。超级大的，啊，我的呢？来烤。你小口一点吧，好吧。哦哦。好满足哦，掉了一块下来。那是我的吧？哦。